好，来看一下他这一次东南亚服第五周的这个签到奖励，是一个伤害皮肤箱子。它一共有100多个，伤害皮肤，有克里蒂亚斯的，这也是像素，是一个重击，糖果，俱乐部，圣诞节，那个冰雪那次，在冬日。啊，不是冬冬，反正是有一次冬季的时候，反正是应该是伤害皮肤最早出的那时候，对那一批伤害皮肤，这是春日，Single Army，再回 Recon Remin。Reminiscence，这蘑菇，花蘑菇，Crown，这些应该是万圣节，这些冰淇淋吧，Capoami，Star，Star，应该主胶系列的。然后就是13周年了，他那一次，那就白雪人、花蘑菇、平克冰，然后彩虹，这个是夜空，我记得是那个，那什么，有个小活动的送的。你要做完整个副本，有一个王国的一个副本，对，春夏秋冬的那些东西。Marshmallow，你要美国的伤害皮肤。Cheros，然后是新加坡夜空，我记得是一个世界旅游的一个伤害皮肤。Dennis the Scriber，然后满月伤害皮肤，太阳伤害皮肤，好像跟白色天堂那一个活动有关的，应该是个，不知道是情人节活动。然后是毛墨那个伤害皮肤，毛墨活动送，Jelly Bean，布丁豆，这是冰淇淋，然后圣诞节，不知道是哪一年的圣诞节，然后是幻影，都是职业主题系列。然后是英雄，这个是商奴，烟花伤害皮肤，这个是心脏气球，然后是霓虹伤害皮肤，然后是霜冻标签。糖果伤害皮肤，Antigone，然后毛笔伤害皮肤，爆炸伤害皮肤，然后下雪伤害皮肤，这是九尾狐，Donut，这甜甜圈吧，音符伤害皮肤，月庙伤害皮肤，
Black Day， 黑色的一天。Haze 啊，加速，应该跟加速狩猎有关吧？十二周年那一次，就是十二周年周年庆当天，他们会送，包括韩服、国服也送过。这个就是那个战斗吧传说之回归送的过送过的那个伤害皮肤，然后是太空伤害皮肤 ，chocolate 巧克力，巧克力伤害皮肤，可爱伤害皮肤，怪物气球，射手村，神木村。然后是希腊数学字符，神秘 数学字符，蓝色火焰，蓝色火焰应该是艾尔达，看上去是艾尔达，紫色伤害皮肤，然后 Nano Pixel 像素的那一次。皇冠伤害皮肤，卡牌伤害皮肤，神圣伤害皮肤应该是主角系列，恶魔伤害皮肤，然后是消亡旅途，就是地图主题系列，啾啾岛，拉克兰，这个剧毒火焰，给火毒用的。蓝色奇袭，就给奇袭者用。靠雷 ，Starlight Aura， 星光极光是吧 ？Chestnut， 真果。这个就给夜光用的，光和暗，愤怒伤害皮肤给双刀用的 ，Moonlight 月光 ，Jingle Tree 童话村的那种树吗 ？Great Detective 侦探系列。啊，这个万圣猫啊，万圣猫，我记得万圣猫这个不仅仅是万圣节那次出过，而且在后来的加速狩猎 也出过一个馒头吧，这个就我记得，对遗物的那次，遗物的那次送过的伤害皮肤。遗物活动有一个手指的椅子的那个活动，又是一个什么象形文字 ，limit breaking， 极限突破，应该前段时间出过一个活动 ，surfing。Lush Snowflake 雪花心跳心跳，然后羊群的这个是女神痕迹传说皮肤啊，战斗吧传说之回归的那一次 Mecha拿铁，拿铁伤害皮肤，法夫纳伤害皮肤，艾苏莱布斯伤害皮肤，小黄鸡伤害皮肤 ，XOSO， 潘尼和你，应该是那个蜜蜂的那次活动，进化伤害皮肤，
也是战斗吧传送之回归的那次，不过那个不叫战斗吧传送之回归，它是一个自动去打那个对方的那种，就有点像现在韩服那个联盟战竞技场，之前是出过一个，就你自己去打别人家堡垒的那个活动，外星人伤害皮肤，有雪糕伤害皮肤，这个就给魂技师用了。Soluna 就是 Solar 加 Luna，它是一个组合的英文。这个是 荧光伤害皮肤 Magistar，然后是明显是给魔炼影师用的，然后是黑色玫瑰拼图伤害皮肤，棋子伤害皮肤，这个是给 Kinesis 用的。Dark Cloud 这乌云伤害皮肤，就跟天气那一次有关。然后是阴天伤害皮肤，然后是 Lotta Money 这个 Palm Tree 棕榈树伤害皮肤，Ilium 圣经使徒，这个 Lightning 闪电伤害皮肤，爆米花伤害皮肤，这个是给神之子用的。时间超越者伤害皮肤，Superstar 超新星也是给暴力猛天使用的。这个引魂艺人伤害皮肤，探险伤害皮肤，其实就是一些风景的一个 logo。艾斯佩拉伤害皮肤，天空。这感觉是给谁用？Hybrid，那中文名叫什么？Red Circuit，骷髅伤害皮肤，好像是万圣节还有一次送过，他那个商店出过，这玩意是什么？圆的。巧克力，messy 混，哦，messy 就是不是有一个 messy 的那个白雪人啊，绿水灵，他那是小怪，跟那个时候同期出的。这个是球衣，可能是跟世界杯有关。星宿，它为啥不是一二三四五？它为啥不是一二三四五，而是二三四五六？神兽伤害皮肤应该是跟那次黑魔法师那次有关的，因为月桥那段剧情，它其实不是从那个雪枪号开始的，而是直接从艾斯佩拉开始，一直讲到圣地的问题，然后圣地决定派遣这个军队去月桥，才到了后面真正剧情，所以它是跟神兽是有关，所以它是跟黑魔法师那段剧情有关，所以神兽是月桥系列，然后 Mist。啊，迷雾伤害皮肤，它是六七八九零，啊，后面都显示出来了。联盟伤害皮肤就是黑魔法师那版本那一次有关。Flame Labyrinth，这个痛苦迷宫的初速是什么？哦，这个。白雪人跟
企鹅王那次的侦探活动，就很有印象，做十几天的任务，最后就是一点点奖励。然后探险那次叫大冒险版本，也刚好是 Pathfinder 开放的版本。 On the Red Legendary 第二版本， Battle Harrison 这战争地平线那次的活动，古迹猎人伤害皮肤，古迹猎人这 Serpent 好像也是给，应该不是起始者，应该叫冲锋队长，冒险家的冲锋队长。影子伤害皮肤应该是给侠盗用的。 Snake 前蛇吗？这是给谁用的？然后心腹谷那一次，前段时间才周年庆，都是复古新复古系列那一次，还有新复古的极限突破那一次，也是极限突破那次有一个斗然活动，可以直接到220的捕影，所以那个是荣耀版本的捕影伤害皮肤，然后是 Celestial 庆典伤害皮肤，庆典伤害皮肤应该就是圣日那个叫 Cernian 圣里圣什么Ash 灰烬 Dawn 黄昏，这个是 Red Flame， 好像是也、yeah, 好像也是职业主题系列 Glorian 荣耀那一次的，然后是韩服没有阴阳师伤害皮肤，然后剑鳌伤害皮肤，问号伤害皮肤 ，Corrupting Magician， 堕落的魔法师 ，Masteria， 马斯特利亚也叫飞鸿，Candle 蜡烛。蛋糕伤害皮肤，可可，这可可在韩语当中是笑，就那个这键那个上面的位置，相当于英文当中 L O L laugh out loud， cat paw 猫爪，猫脸伤害皮肤，不知道是不是万圣节的。Roaming Spirit， 这都是什么 ？Snowfield Creature， 雪地的怪物，雪地的生物，火箭伤害皮肤，墨水伤害皮肤 ，Ribbon 蝴蝶结。这个球衣伤害皮肤，胡子伤害皮肤，夏季的那个皮肤，这个桃子伤害皮肤，火焰伤害皮肤，应该是跟加速速列有关。Lucky Seven 幸运七，我们当中经常用666比较多，但在其他地方用的是777，所以它也是个吉祥数字。Royal Cluster 就是刚刚 Rise 版本出过的。
stained glasses， 也是里面有一个箱子出过，然后是阿黛尔是艾米夫，也就这么多了，100多个，而且总的来讲，最近伤害皮肤也出了6年时间，从 UNI 那个版本开始就有伤害皮肤，每一次有活动都会出一点点伤害皮肤，基本上就是活动主题类的，要么就是职业主题类的，然后就是地图副本主题类的，然后一些比较闲杂的就是一些比较生活化的一些主题，其实也是个风格上的融合。然后我知道韩服现在那个签到是没有这个箱子，所以这个箱子就出了2次。如果在使用上的话，我基本上建议会选择一些能看得清楚的，基本上你看得出有多少个数字位，然后第一个数字是什么就可以了。如果看不清的话，基本上不会选择。那这个上海皮肤先看到这里。